有一种声音震撼人心，有一种声音使人感动。我介意收集到各种的声音，透过声音记录生活，也记录感动。清新舒爽的透早的空气，正清凉，走在咸水后寮庄头的道路，看到大树下三五个人微微做伙在开讲。滴到龟类阿伯开着古董级的铁牛啊，经过阮身躯边。大大声的铁管运转声音，探过原本吸引我迄个声音。看到铁管阿伯愈行愈远，迄亲像是空袭警报轰轰轰的声音，又搁出现伫我耳旁边。抬头看上天，一群粉鸟伫天顶咧飞，而脚只片顶管搁拍着一个红红的物件。粉鸟是愈飞愈低，我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行过去，来到着这群粉鸟歇困的所在。大哥，你咧创啥货？啊，我咧歇粉鸟啦，训练粉鸟咧飞啦。看伊敢若看真好耍呢。啊，这都自我阿公的时代吼，啊，就流传着饲粉鸟落来，啊，饲只只黄金。啊，阮就有哪利用这个较休困、较有闲的时阵哦，嘛是继续咧耍耍啊。原来这是台南县第一位放红卡铃，这个活动已经流传了百多年。曾经在日本时期有禁止，因为粉鸟拍着红卡铃飞上天，所发出迄个声音就亲像是空袭警报同款。王汉中大哥来讲，每年三月份开始，台南县都有真侪所在，包括咸水、客家、新营，有真侪庄头，拢有即款的活动。